枪械了，我真不刺激。你要安静哦，你不能讲话。我喜欢菜菜的东西。老邱，乡下小朋友，你们一，哈哈。虫虫吗？阿兰应该过来丢了。这是虫虫吗？虫虫。对啊。可能他们在休息。好可爱的虫虫。哦。为什么你会有虫虫？你帮爸爸录影，等我来。哪有很多那个虫虫？你很多虫虫哎。那个是要钓鱼的啊。你很多虫虫哎。对啊。你去哪里？为什么你会有虫虫？你去哪里拿的？你去哪里拿的啊？我们钓鱼要用的啊，买的啊。买的啊。哇。还有烤鱼啊。我嘛知，无啊简单啊，啊简单就丢了去。这个是送虫虫的花，我把它放进去，因为是送虫虫的花。爸爸，这是送虫虫的花。是哦。爸爸。哦。爸爸。哦。好钓了吗？哦。哦，都被尾巴。很大条吗？大条了。好好呀！看到，哇，好大！那个冰箱底，要拿放回家。哎，个放底好啊啦。给我拿，爸爸给我。莫紧啦。爸爸给我拿着。做证的啦。哇，这不会有。爸爸给我拿。你拿一下就好，你拿一下，你抓好哦。你用布抓着，你用布抓着，布拿起来。爸爸帮你拍一下。哎，不，两只手。两只手，快点，不然死翘翘哦。好了。两只手，好了哈、哦、，OK。来，你看，哇，棒棒哦。嚯，因为。我要保护住。没啦，不要紧啦。
长十三了。天哪！那现在一定要玩，我要玩大几个。不会跟人家玩。哦，大尾的哥哥。哇！你要不要放生？宝贝啊！这什么？铁锅啊！好来，喂他吃一口就好了。西哥王，喜欢吃什么？他喜欢，快点，快点来，他喜欢吃这个，一口就好。好 ，OK， 谢谢，拜拜。他是母的，要生小 baby 了。超级小秘技，棒！宝宝钓个一下子啊，宝宝钓大条的上来。然后嘞？这个东西你示范给我看。爸爸你给爸爸看，你说这个怎么玩？这个要粘在泥泥后面一点。哎呦，坏坏 baby。受伤了，拜拜。嘉禾台钓场，希望这边能够去。